右我是鲁特。3天的旅程，第一天从南台山到屏东，第二天雾台乡的深度之旅，很快的也来到了最后一天。今天就要回台中了。天下无不散之宴席，已然成为每趟旅程中的成就形式。虽然很老套，但却很真实的发生在每一趟旅程的最后一天。而今天也不例外。一早8点，我们也起床吃早餐了。我起床哎、欸，我东西都还没收。没关系啦，你东西收好了。我东西收好了。靠！看你不一样了哎、欸，因为我昨天没有充电啊，但是我还是拍了啦。现在早上时间的8点，本来是我们是约7点，现在是早上8点。然后原本我们跟修哥是约说现在就要出发了，对。然后因为我们大家都睡过头了，所以我决定花300块，对，把修哥拉来这边吃早餐。他现在在里面，用早餐收买他。对对对，走吃早餐 ，Go Go。 哎呦，各位早安！现在时间是9点的20分，现在我们东西弄好了，准备要出发往南横上去了。其实我们已经在南横上面了啦，然后等一下呢，我们应该今天会骑到天池，可是因为今天小胖哥他们还要回台北，所以也不确定我们到上面会不会在那边待啦。然后应该是会停在中之关休息一下之后。 看一下当下的时间，然后再决定。因为我上礼拜才去东南横，这礼拜马上又来西南横，非常的幸福，好不好？等他们把东西弄好之后呢，我们等一下就要出发了 ，Go Go！ 很感谢今天仍然有在地导游修哥的陪伴。吃完早餐之后，我们一行人也准备出发，往天池前进。今天的路线，因为我们昨天在宝来过夜，所以很简单的在出发之后，沿着这条台20线西进天池，很无脑的一路骑到底就对了。那其实鲁特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到这边了，在南横公路刚开放，从梅山口到天池的路段，也就是2020年1月的时候，那时候早就迫不及待先冲了。虽然说这次不是第一次来。 不过，因为在这一次来到这边的时间点，正好是刚去完南横公路向阳段，也就是东进南横的隔一个礼拜，所以在一开始心中对于等等准备骑的这一条台20线还是充满着希望的，希望能与第一次来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这一次我们从宝来出发，往天池前进，沿途会经过高中、勤和、复兴、梅兰、梅山口、中之关。 最后来到天池，而位于六龟最北边的宝来里，海拔约在406公尺，算是南台湾出名的温泉圣地，以源自宝来溪谷中60度的流清泉，带给旅人们满满的活力。地理位置算是位于南横公路西段的要冲，所以更让宝来成为了在之前南横公路可以到达台东海端乡的时候，很多过客选择停留的一个观光景点。名称的由来。 因为在日据时代，日本人把这边称作是蓬莱仙境，后来口耳相传，辗转变成了宝来，应该是蓬莱宝来。据饭店的工作人员所说，自从2009年之后，宝来这边的生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不过在去年梅山口开放之后，已经有好转一些了。在这边的群山环绕，除了有着绝佳的视野，虽然说是个观光景点。 不过，在这边的街区上，并没有太多的喧嚣，走在街上反而会有一种郊外的恬静，也算是让人蛮放松的。沿着台20线以宝来作为起点，我们一路往天池前进。经过宝来2号桥之后，两边的景色逐渐转换成为峡谷的景色，而旁边的溪床正是老农溪。老农溪之于南横西段，就好比新屋吕溪之于南横东段。 因为莫拉克风灾的关系，原本的峡谷景色是有如悬崖绝壁的。不过，因为被上游冲刷下来的土石几乎填满了整个峡谷中的景色，沿着老龙溪越往山里走，眼前的景色越加美丽。经过宝来，很快的我们来到了桃园。 桃园区位于高雄市的东北部，跟桃园可以说是天差地远。此桃园区非彼桃园区，为高雄市人口密度最低、面积最大的一个行政区。而居住在这边的居民，大部分都是布农族人。昨天在经过卢凯族的洗礼之后，骑了短短的车程，马上转换到了布农族。台湾的地理环境因为高山峻岭、气候的多样性，进而造就了各种不同的人文面貌。 从这边开始，南横公路会从海拔536公尺一路飙高到2280公尺，也就是今天我们的目的地天池。而在这边，因为老农溪的流贯，处处皆能看见美景，就像真正的世外桃源般。吸着山间的清新空气，远望青山与蓝天。穿越过桃园市区之后，骑到这边最让鲁特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一座明坝克路桥。莫拉克风灾之后，老农溪床被泥沙垫高30至40公尺，也就是说，原本的地貌是比现在看到的再深大概10层楼。也因为这样，让宝来以上的地区一夕之间变成孤岛，道路的地基也全数被掏空，后来才新建为现在看到的明坝克路桥。而如果说古川大桥是雾台的生命之桥，那明坝克路桥就是南横公路的希望之桥。它的完工除了代表着重建南横的里程碑之外，更是让山区的部落得以连外，脱离孤岛的状况。而明坝克路这个词在布农语中有着希望的意思，因为是在2月拜访，沿着明坝克路桥丝毫感受不出来枯水期中的老农溪那一种暴涨时刻的凶险，因为是座希望之桥，桥身颜色七彩缤纷，沿着溪畔山壁蜿蜒，如同一条充满希望的彩虹照映在老农溪上，散发了生命的韧性。而除了明坝克路桥，在这边还有另外一座也很有名的桥——班顺努安桥，有着延续的意思。这两座桥也象征着，在这边开始，我们即将延续希望，往天池前进。继续往前走，我们也来到了复兴。而复兴这个地方跟宝来一样，也是个温泉圣地，有着大量的野溪温泉。其中，复兴温泉又被称为王者之汤，或者是黄金温泉。不过这次因为时间因素没办法前往，只好留一点遗憾，下次应该会来吧。在这边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经过复兴桥的时候，我们会是以一种面向对面山壁的方向骑乘，这种感觉就好像是骑在纳马夏面对大峡谷的那种感觉。随着距离越来越近，但是山却仍然丝毫没有因为距离而变大。正好印证了所谓的稳如泰山。经过复兴之后，我们沿着南横公路继续往上前进，在经过梅兰的时候，会有一间最后的加油站——中油梅兰站。所以在这边如果油量不够，切记要把油补满，因为再往下就没有加油站了。一路上从宝来出发，经过复兴、梅兰。海拔也从原本的400公尺爬升到了800公尺，而等等的梅山口，我们即将上升到1000公尺的海拔。在同样是南横公路，不过位于东段的力道，海拔大约也是1000公尺，两边的景色，鲁特觉得差了非常多。而这个景色差了非常多，指的不是哪一边比较漂亮，风景上的差异，而是骑人在这边的感觉。还记得2个礼拜前南横公路东段骑到力道的时候。那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给我一种瞬间开阔的 feel。回到南横西段，从梅兰往梅山口的这段路，虽然海拔持续爬升中，不过周围看到的景象完全感觉不出来自己目前已经身处在海拔近1000公尺的地区。除了温度感觉不出来之外，在左手边的溪床，因为增高了30-40公尺，更让这原本河街的地形一夕之间，不管多深多低。多平直接全部被破坏殆尽，形成了现在看到增高后的河床。这种因为周围地貌的因素而感觉不出来海拔的升高，在南横西段可以说是更加强烈。从宝来出发，我们在经过了大概40分钟，也来到了梅山口。在这边，我们停下来休息了一下。我感觉不知道这边是海拔1000公尺，因为它原本那边是峡谷，对啊，对，然后已经被沙石填满了，所以就完全没有感觉，感觉不出来，就感觉现在在平地上。好玩呢，我觉得很好骑。你第一次来这边吗？对啊。身为一个爱骑车、爱跑山，我觉得这很好跑，对不对？南部人不要跟台东人一样，好不好？不好意思，我雾台啊，雾台，我跟修哥一样，是长跑雾台的。哦，雾台族的。身为一个高雄人，应该很常上来这边吧？差不多1个月大概2次至3次，这样算很常来。还好哎，那根本就照咖。不会，台北人每天都去北宜了，还有106到处跑。哦，对了，所以一个月上来2次应该还好。雾台才是照咖啦，可是跑不腻啦，骑不腻。环境对，环境很漂亮。我都会看即时状况啊，因为说如果即时路况大太阳，那这个整个礼拜应该都是大太阳了，骑起来会很舒服，拍影片又好看。休息一下，准备出发 ，Go Go！ 在这边没有待太久，我们准备跨越过梅山口的管制站，继续往天池出发。现在梅山口管制的时间在周2和周4是没办法通行的，所以如果各位朋友想上到天池，还是需要注意管制的时间。而就算开放到天池，也是有条件的，在早上8点到下午1点是开放通行的，不过在下午的3点前， 就必须离开梅山口管制站，要注意，不是3点才从天池出发，而是要3点离开管制站。从梅山口出发，沿着蜿蜒的南横公路往上，从这边开始，路幅狭窄，勉强可以会车，景色会变得越来越美，所以也有人把梅山口称为天堂的入口。骑了不到5分钟，就可以开始看到一座一座裸露在山壁中新建出的明隧道。骑进明隧道，往外看出去的风景， 就好像是我们从百货公司中商品橱柜中看出去，只不过每一块橱窗中装的不是名贵的精品包，而是一幅一幅真实的台湾美景。从梅山口出发，短短不到3公里的路程，一共经过了5、6座明隧道，还有桥梁。骑机车来到这边，可以很深的体会到 那一种心境与大自然融合的感觉，流动的空气，阳光的温暖，每一座隧道和桥梁都提醒着我们南横公路曾经的创伤。每一片风景的背后，更有着无数人的奉献与付出。骑乘在这边感受到的，除了是南横公路上壮丽的风景，更多的是每一位工程师傅日以继夜的辛劳。 而目前南横西段上路况可以说是非常好，比起刚开通的时候，柏油路被许多砂石布满，现在几乎是看不到这种状况了啊。到天池的整段路中，也只有1段，旁边还有怪手，是还在施工的。经过这段路的时候也要小心。而说到南横公路，就不得不提到它的前身关山越岭道，在嘉庆年间，现居高雄与台东交界、地处中央山脉的布农族， 跨过中央山脉，迁移到现今海端乡的新武地区，而这一条迁徙的路线就成了关山越岭道最早的雏形。后来在日治时期的时候，修建成为了关山越岭警备道，西起高雄六龟，横跨整个中央山脉，东抵台东关山，是全台湾最长的古道，全长大概是171公里。到现在我们看到这条台2实线， 就是以关山越岭古道为原型兴建的，那也因为新建这条台2实线，原有的古道就几乎消失了。目前仅存的就是中之关古道，海拔约在1900公尺，就位在台2实线20公里附近。而这个中之关古道目前也是开放游客可以行走的，所以也会有很多人来这边健行。从这边走约 3.5公里的距离，就可以直接通往天池。 听说走在里面会仿佛置身在龙猫的故乡，所以如果体力允许的话，也可以把车停在中之关的停车场，然后再走到天池。那看到鲁特没有把车停下来，应该就知道今天我们没有走中之关古道，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留点遗憾，下次再走。 其实到了中之关之后，我们离今天的目的地天池大概也只剩不到10分钟的车程了。可以看到，要到天池前，樱花还是蛮多的。让鲁特最有印象的是，当天来到这边，温度真的超级高，有够热，完全不像是一个海拔超过2000公尺的地方，甚至骑到整件外套都温温的。把车停好之后，我们也准备往上走，经过长青祠，进入天池。 这次是我第2次来嘛，然后上一次来呢，我爬上去，可是因为我那次感冒，我只走到观景台而已，最上面那边我没有下去天池，所以这一次我要下去天池。他妈的，鲁特哥都爬上去了，我也要爬上去。干，怎么可能我爬不上去？走，我跟你讲，我今天来就是要一雪前耻。什么前耻？剑琴怀古步道。今天好天气，我他妈全部走完，不要逼我走到台东哦。Go go。去年来到这边，这一次再度走上天池。 却是一群人嘛，没错。西进南横呢，目前现在只能到天池。然后如果现在再继续往下走的话，先到的应该是那个八景中的其中一景，就是快谷。那过去啊，感觉这个路这个柏油都还没有铺好，跟上次来的时候一样。可是边坡的工程已经有变得比较好了。沿着南横公路到达目前开通路线的终点，要到天池，首先我们必须先经过长青祠。 由于南横公路工程艰巨，为了侍奉当年修筑南横公路中 不幸因公殉职的116位工程人员，而在这边新建了长青祠，供后人感念当年逐鹿的艰辛。虽然有着良好的视野，不过这条往天池的路真的不好走，就跟昨天鲁特说的一样，走上台阶的每一坎，大概就是跟小棒的头一样大。膝盖不好的朋友来走，真的要注意一些。 我们爬了5分钟吧，现在到这边了，这边才是真正难度的开始。这边一砍呢，大概就是我到小腿的高度了，好不好？就一砍就直接到我膝盖，30公分啊！所以来爬之前最好先吃维骨力，你知道吗？我靠！不过在周围美景的陪伴下，我们还是爬上了长青祠。在这边的视野很棒，有一种我们跟对面的山一样高的 feel。而鲁特一直提到对面的山头，到底对面的山是什么山？其实当下我爬上去的时候，还真的不知道。 回到家之后做了一下功课，才发现对面是玉山群峰，加上关山岭山，可以说是群峰集结啊！加上山腰间还可以看见一路往下绵延的公路，更让人期待未来南横公路全线开放通车的那一日到来。我完全不会喘啊！你完全不会喘？你有看我在喘吗？有啊，呼吸很急促哎、欸。我忍好久，你应该是不是在憋气？哦，干！现在我们走到了这个观景台，然后上次我去台东的时候，我说啊，我在摩天那边看到的那一座山头，我觉得就超像这边全部的山头。那时候我在骑东南横的时候，感觉我们是从不同的地方看到同样的一座山。从景观台再往下走不到5分钟，我们来到了天池。哎呦，很多人上次都说我来这边的时候没有走这个，没有走到天池里面，我现在就走进来了，好不好？等下我们打算走到最中间那边。 它跟我上次来的时候一样，它还是整个池水还是绿色的，优氧化还是蛮严重的。然后等一下我们要走去这边 ，Go Go！ 我现在来到了天池的正中间，然后呢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目前被整个山林环绕，离池水非常的近，然后里面超多蝌蚪的。天池一如其名，在凡间看不到它美丽的样貌，想亲眼见到它，除了要骑很久的车，穿越过重重的管制站，爬上跟小胖头一样大的阶梯，最后沿着步道而行。 我们才可以一览这一个高山湖泊，海拔高度约在2680公尺，外观呈星状，水源仰赖降雨以及融雪而来，平均的水深呢大概是 1.2公尺。在台湾，依宗教的说法，可以分为东南西北中5个天池，而南横公路上的这个天池就是南天池。这个天字除了形容它的高度是在海拔超过2000公尺之外，清新的空气。 壮观的玉山，碧绿的潭水，更让我觉得有着天堂的意思。我们现在从天池上面下来了，等一下呢，我们准备要开始今天的回程。等一下应该是台20接到台3，到玉井，然后再接84，再接61，然后61因为南往北呢有一个。 台湾首座的快速道路休息站——口湖休息站，所以我们应该会在那边停一下，开箱一下。然后今天鲁特要陪我们骑回去台北，对吧？鲁特不是说要跟我们一起回台北吗？对啊，他休息就是因为要为了保存体力跟我们回台北。出来骑车当然一定要骑到台北啊，不然你要骑到哪里？走，我们出发了。走完了天池，我们也准备回程。时间到了，这边也超过12点半了。不过以今天这样的速度来说，算是几乎没有拖到时间的。打算回程到宝来吃个午餐。 再一路杀到玉井，回程的路上骑在这边，让我最有印象的不是两边的景色，而是虽然我们一早刚起床，今天的行程再到天池之后也差不多结束了，又迎来即将分别的时刻。整条台20线上可以说是充满浓浓的告别感，与刚刚过来的时候那一种充满希望的感觉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之前的影片中，我记得我好像曾经说过。周围的景色会随着自己心情的改变，看到的东西也会不一样。而笼罩在这一片即将告别的氛围中，周围的景色似乎也是越来越忧郁。最后，在骑了30-40分钟之后，我们也回到了宝来，打算在这边吃个午餐。现在时间来到了2点17分，我们又回到了金光闪闪的宝来，等一下要来吃个大卤面。等一下那个。 预警那边没点啊，没什么东西可以吃，对，只能吃冰。等下吃个饭，准备出发 ，Go Go。这里到预警大概还要再1个小时，然后从预警到西滨大概还要再1个小时。对啊，那我们现在时间大概2点半，所以我们等一下吃完饭可能就3点半，没有吃完饭可能就4点半，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OK 啦， 应该来得及啦。对啊，他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超想要马上就回台北，不知道在干嘛哎。因为每趟旅程的最后一天就要离开鲁特哥了，对我都有点舍不得。可是我们还有下一次啊，我们还要去骑脚踏车哎，骑脚踏车骑摩托车又不太一样，因为我已经预想到骑脚踏车鲁特哥会臭脸。好歹我今天也是血耻的见秦怀古不知道的男人好不好？他应该不会这么笑脸。那我们吃也吃饱喽，所以要出发离开这个下一次不晓得什么时候还要再来的地方。鲁特哥一直说我赶时间，其实不是啦。通常我最后一天我都觉得有点懒，然后不太想讲话，所以通常我都有点萎靡，就想要赶快回家。哎，你现在是用那个 Superview 还是那个？我现在用 Line 那个 L 的。妈的，我脸就超大啊！你脸本来就很大，从来没变小过。等一下，我现在脸变小。你脸从来没有变小过。有，我脸变小。我拍你的时候绝对不会用 Superview 的，你放心。在这边快速的吃个饭，怕小胖哥回到家的时间太晚，所以吃完饭之后，我们也准备继续上路了。而等等的路线，我们从宝来一路沿着台20线往6贵的方向，到了老农的时候，继续骑在台20线，最后接到台3线往玉井前进，再从玉井接到台84线，最后接到西滨。在这段路上骑到一半的时候，G8引擎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亮了起来，虽然亮着，不过却感觉不出来有什么异常。为了保险一点。 所以在经过甲仙准备接到台3线的时候，还是停下来稍稍检查一下。哎呦，我现在在台20，等下要接到玉井那边这个路口停下来，因为骑到一半的时候，G8突然亮引擎灯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是骑起来蛮正常的，应该蛮正常的啊。虽然我是有可能会有点骑不太出来有什么问题的人，不过还可以骑。然后先停在这边休息一下，看一下状况。它现在发动哦，引擎灯还会亮。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可是它很正常，关掉那一声也是很正常的声音，所以我不知道怎么了，看一下什么状况。狗狗骑起来都正常，就继续上路，反正 KTM 嘛，偶尔坏个什么东西也是很正常的。引擎灯，一块蛋糕 ，a piece of cake 的，就这样伴随着引擎灯，我们一路穿越过甲仙南化，来到了玉井，在这边也准备要和修哥还有陆龟说再见了。 哎呦，再骑了1个小时吧，然后结果刚才那个G8的引擎灯骑到一半，它突然又熄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会这样哎，有点抖啊。所以刚才其实那有40分钟我是骑得蛮抖的，不过它现在又自己按掉了，所以 KTM 嘛，正常啦，偶尔秀抖一下而已。然后我们现在人在 Seven 的新玉富门市，在这边呢，我们准备要跟修哥说拜拜了，因为他高雄人，今天就陪我们到这边了。这一趟啊，我真的非常感谢修哥，不管是带我们去雾台啊，然后集合啊，然后还买一些。 就是像这个手链，有没有？我昨天洗澡的时候就是戴着洗，这条手链以后从此不离身，好不好？南部的扛把子，好不好？南部的地头蛇，南部的地头蛇，这我会怕。南部的地头蛇啦，大家都是一样啊，平起平坐，还是地头蛇，还是地头蛇啊。好，拜拜，修哥，拜拜。 拜拜！ 这一次我们也要在这边跟陆龟说再见，非常感谢你安排的这么周到。少了一个有点大台的车，有点大台吗？有点大只的鸟，对，它是小只的。好啦 ，Anyway， 非常感谢你，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一起出来啦。拜拜！我刚才买了一罐红牛，然后等一下把它喝完之后，等一下就要继续出发了。我在这边先加个油，加完油之后8461口湖休息站见，拜拜！告别修哥还有陆龟，我们一行人5个人。 准备继续我们未完的旅程，骑在台84线上，夕阳跟昨天离开阿里部落的时候一样，很黄很圆，天空的云彩却更显得比昨天忧郁。就这样骑到了台61线之后，我们也下了口湖交流道，来到了公路总局和全家 Fit 的口湖休息站。 时间来到了6点45分，那我们现在人在西滨的口湖休息站。等下继续逛一下，然后顺便休息一下，进去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而这座口湖休息站，在上次的台东行，原本就想来一览它的真面目，不过那时候很可惜，距离开幕的时间早了一点。 而这里有着24小时营业的全家，引进在地的小农市集。当天吃了一点现场卖的海鲜粥，非常推荐呐。好吃吗？你觉得？我觉得它的汤啊，有那个虱目鱼的鲜甜，但是鱼跟汤我觉得还蛮好吃的。那鱼肉也蛮嫩。那它的鱼肉有没有蛮嫩？等下我就要来吃一下，休息一下，等下吃个东西，继续往台中出发 ，Go Go。 可是停车场呢，全部都是汽车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不画机车的啦。然后机车好像就只能停在外面，不过也没关系，我就直接给他停在后面。整个感觉没有很大，我觉得还蛮小的。然后最主要是因为它有一间全家，那你可以在这边休息，然后买东西啦。整条西滨上面，如果你说要有便利商店的话，只有到新竹才有。可是现在我觉得在口湖这边增加了一个，也是不错的。至少往返南部的话是还蛮方便的。手机飞出去了，手机飞出去了，对啊，真的假的？ 应该是吧，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这3天旅程到这边也算是非常圆满，希望下次我们还可以再一起出来骑车。不知道这3位的意下如何呢？下次可能不会再这样约了。拜拜拜拜拜拜拜。而这一趟3天2夜的雾台行，在出发前可以说是期待了很久。而在这次旅程的途中，骑过很多以前没有去过的地点，认识了很多原本不认识的朋友，还有观众，看见了很多以前没看见的景色。没有阿婆的阿婆湾，没有水的曾文水库。 没有雾的雾台，没有通的南横公路，1年开放一次的阿里部落，从卢凯族，我们一路骑到布农族。人生就像是旅程，用旅程来堆砌人生。虽然随着时间过去，这一次的旅程也画下终点了。不过在这个过程中，认识的人、体会的事、周遭的物，反而因为时间而长长久久留在我们的心中。虽然到了终点，不过我们的友情没有终点。 推开门看你家，门口。你现在推开门看你家门口。你推开门，在你家门口啊！你推开门，推开你的心门。对。大鹏哥，我跟你讲，我有一句话跟你讲。说。大鹏哥，我爱你。大鹏哥，我爱你们，大鹏哥，我有一句话跟你讲，我对不起你。 哎、欸，我超想你的哎、欸！很期待你们这一次的片啊！真的哦，真的，你应该要期待，我觉得。大概删光光了。哎欸，真的，你有看到我们4个头吗？哎欸，我们，我觉得这画面很可爱、欸。我们5人众。等一下，你们先不要动，你要截图啊！好啦，我们特地来跟你说声拜拜，因为就算不能一起出发，那我们离开的时候也可以一起结束。对。 哎呦，很开心！现在有在录吗？有啊，你可以发表你的感言呢。这一趟跟我们出来的行程，心得是什么呢？我的心得是，我看我又没跟你们去，那我现在是要讲说，我真的就是很谢谢，就是支持我们的观众朋友啦，真的。对，就是有很多人很喜欢我们的组合。那我现在好官腔。对，你自己也知道，你很官腔啊。可是你们难道没有想要谢谢他们吗？其实我们是发自内心，心底一直 always。 我们一直都是谢谢啊！我跟你们讲不下去了，我要挂了。那你们现在人在哪里啊？在南投啊，湖里。看，我觉得你们是不是人他妈还在屏东？等一下，那你是不是因为这样才不来的？你是不是因为怕发生这种事情？特要爆干骑，然后你跟他想要爆干骑回台北，没有，还有我也要骑回台北。查克也要跟我们回台北。哦，你，因为他最近在台北。查克还比较近一点，因为查克高雄嘛。他也要骑回台北，我也要骑回台北。那你们是不是明天还有一天？你们还有一天吗？没有啦，没有最后一天了。你忘记了跟我们到你家收一收回程了。你忘记跟我们出来都会多一天吗？多跟家里请假。 那无言。我永远忘不了，就是我那天3、4点的时候，发现我人还在台东那个感觉。没有，整个活动都会因为少了你而失去了光彩，真的。哦，好，最好是。拜拜。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喽。如果看完这部影片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呢，不要忘了在影片下方按赞、订阅、留言、分享哦。我是鲁特，我们下次见喽，拜拜。